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，我是主持人子萱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利波特罗恩的扮演者升级当爸爸的新闻。在哈利波特系列中扮演罗恩的鲁伯特·格林特升级当了爸爸，他的妻子乔治亚·格洛梅生下了一个女孩，两人的代理人表示夫妻俩很开心，希望大家可以尊重他们的隐私。31岁的格林特和28岁的格洛梅在2011年开始交往，一个月以前对外确认女方已经怀孕。